这世上什么的命最硬啊？那就是小草啊，不管多大的石头压着它，它都能从石头缝里长出来，它的生命力多强啊！所以呀、啊，所以呀、啊，你就给我取了小草这个名儿。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。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。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春风啊春风，你把我吹绿。阳光啊阳光，你把我照。山川，你哺育了我；大地呀，母亲，把我紧紧拥抱。春风啊，春风，你把我吹绿；阳光啊，阳光，你把我照耀；河流啊，山川，你哺育了我。把我紧紧拥抱，太太，小梅上班了吗？啊、哦，她一早就出去了。当当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得喝奶。哎呦，这让你喝奶怎么这么难呢？这小梅来过没有？没有啊，今天好像没有来啊。她没来。你好啊。哎哎哎，陈总，一会儿啊，你跟我出去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有事儿。对不起，司机小姐，我现在特别需要你的时间。啊，我找小梅有急事儿。她跟你请假了吗？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哼，你觉得她会跟我请假吗？她那会儿跟着厉鹏鹏整我的时候，你有见过她对我请示过什么吗？我管她在哪儿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没把她开除了，不错呢。那不都是过去的事了吗？你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人家犯点错你就是不放。什么事？我小心眼儿啊？啊，我还小心眼儿呢？哎，他做假证陷害我的时候，我动他一个手指头没？我还要对他怎么宽容啊？林小草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自己是上帝啊！怎么着，人家打我一巴掌了，合着我还把另外一个……哎，林小草，上班时间去哪儿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谁要是像他那样的，扣奖金啊。哎，刘总，您不是刚给他涨完工资吗？那这个月底是扣啊还是涨啊？我这是人性化管理啊。工作啊。嗯。
我找了你一上午。你哭了。我说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个人闷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？你都知道了。我看了那张化验单了。这一阵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，小梅，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孩子是谁的？我说你什么事儿都闷在心里，现在闷出大事来了吧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这件事情要是让我妈妈知道了，她非得打死我不可。我今天自己去了医院，我想把孩子打掉，可是我看到从手术室里出来的那些人一个个面色惨白，我特别害怕。嫂子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你帮帮我。小梅，我知道你很害怕，但你得告诉我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啊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瞒得住吗？是不是小王？是，是李坤帮的。什么？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那我问你，你跟小王算什么？我跟他没什么。什么叫没什么？你们老一块吃饭，一块看电影，有说有笑的，这叫没什么？小王对你有意思，我都能看出来。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明白又有什么用？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，就他那个条件，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那李坤鹏就能给你？我真的搞不懂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啊？你想住大房子，开好车，当阔太太是吗？那如果李坤鹏能给你，为什么你还在这哭呢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钱是买不到真心的。现在出这么个事儿，也算是给你个教训。你真得好好检讨检讨自己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。一开始的时候还百依百顺的，可出了事以后，整个人都不露面了。嫂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小梅，你在家待着，哪儿也别去了，等我的消息。你就不会敲门吗？你知道李坤鹏住哪吗？知道。干嘛呀？带我去。来，冷静。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。他住哪儿？一定要冷静。一个小时以前你还在教育我做人做事要宽容，你瞧你现在咬牙切齿的样子不好看。要是你的小姑子被别人把肚子搞大了，你宽容得了吗？岳小梅怀孕了，跟我来。
是我们家的事儿。今天我一定要让这个老色鬼满地找牙，要不然我就不姓林。你别冲动，你别，行了，你别冲动啊！请问您找谁？李坤鹏。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小姐，对不起，您不能进去。李坤鹏。小姐，您不能进去。你这个混蛋！梁嫂，你别撒野啊！这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没错，我就是来撒野的。你这个老色鬼，你这么大把岁数了，还欺骗人小姑娘。小梅被你这么一骗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就是岳小梅跟我是你情我愿，她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说风凉话？什么你情我愿？她是年纪小，不懂事儿。你呢？你干的是人事吗？我跟她没关系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了。就是说没关系了，小梅都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叫没关系啊？我知道那是谁的孩子，那什么是我的？你别胡闹，都他妈叫完了。孩子，小梅，我跟你说，请叫保安，我怎么来的？快请叫保安！你还有良心吗？干嘛？你别拉我！出去！那就是。哎，好，好，来，派出所，派出所，干出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打你！哎呀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不行！小宝，杀人偿命！刘水，不要冲动啊，会出人命的。刘水，别拦着我！啊！你所做的一切都要还的，记住了。走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快进去，快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吧？怎么事儿都乱七八糟的？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生气，都有点不像你了。不像我像谁啊？我忍耐很久了，告诉你。像狮子。怎么着？让你刮目相看了吗？是不是以前小瞧我来着？我只觉得，要是在新阳那天晚上你也那样的话，估计这会儿我还躺在医院呢。哎，答应我件事行吗？今天发生的事情别跟我妈说。知道你为难，但你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。李坤鹏对他的伤害已经够多了，好不容易这两天他情绪才缓过来，我不希望再在他的伤口上撒盐。我明白。哎呀，谢谢啊。不疼了吧？谢谢啊。你把那个人忘了吧。你去找他了。别害怕，我会带你去医院的。小朋友，真稀奇，
你居然还会出现。小梅啊，真的，我昨天才知道你怀孕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哼，我怎么告诉你呀？我找得着你吗？自从你离开公司以后，你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。我给你打过多少电话，你接过吗？我真的才知道，暂时不跟你联系，是因为我的离开不是很光彩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流水有多恨我，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，他会放过你吗？得了吧，别说这些好听的。你要想联系，早就联系了，根本就不会等到现在。我现在特别清楚我在你心里的位置。反正怀不怀孩子都一样，我们都是你的包袱，你早晚会把我们甩掉。小梅呀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只想单纯的保护你呀。我是想等我的公司立足以后，我再把你们俩接过去。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受苦啊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现在慢慢的明白了，我原来呀，只想到我自己，只想到为我自己打拼出一块天地来。不过我现在慢慢的明白了，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。你对我是最重要的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才是快乐的。我才不相信呢！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害怕家里人知道，现在人家不要你了，你才来找我。不是这样的，小梅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孩子对我意味着什么？我今年40多岁了，如果这时候老天能给我一个孩子，我会多么感激呀！我现在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多挣钱，给你和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。小梅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在一起是最幸福的。真的。你这里怎么了？你现在知道流水有多恨我了吧？啊，他打你了。哎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小梅啊，我们现在的关系暂时还不能公开呀，还不能让他们知道，知道吗？我怕他们知道了，他们放不过你呀。我已经跟公司请好假了，明天就带你去医院。我们就跟妈说你出差去了，我们再在外边住几天，等养好了再回来啊。嫂子，我不想去医院了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吧？我也没想好，反正你别管了，我自己有主意。哎呀，小梅，你怎么突然就改变了呢？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不能这样草率，我怕以后后悔。嫂子，你千万不能跟妈说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小梅，嫂子。注意安全啊！起来，起来！我跟你说起来，你听不到啊？闹什么闹？去，你爸带着去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吃错药了？跟孩子急什么急呀你？别理他啊！小梅，你去哪儿啊？家里没有我待的地方，我出去走走。这几天他不知道怎么了，逮着谁跟谁呛着。什么叫没他待的地方啊？行了妈，别生气了。小梅啊，可能因为公司的事儿太多，压力太大，我去看看他。
怎么的呢？想跟妈妈一块去啊？行，妈，那我们去了啊。去吧，去吧。小梅，小梅，小梅，你慢点，当当都快跟不上了。小梅，小梅，我知道你是为孩子的事儿心里难受呢嘛。咱们能不能不提孩子？你不想提，并不代表你不想啊。你没结婚就生孩子，到时候怎么把孩子往家里抱？再说别人怎么想你啊？他对我好，我愿意给他生。他对你好，好在哪儿？给你买些东西就要对你好。你给列坤鹏生孩子，到底为什么呀？他爱你吗？就算他给你承诺，能实现吗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你得想清楚了。你能不能不要管我的事？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你忘了我跟你说过，长嫂为母，我得替你哥管你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我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我才不管什么名分呢。你怎么这么傻呀你？你还整天说我傻，我看你才是最傻的人。你为他付出这么多，你值得吗？我傻？那你呢？你每天替我哥带着那个当当，他连你的筋骨肉都不是，难道你不傻吗？当当呢？当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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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当当在叫我，怎么可能呢？嫂子，当当不会说话的，咱往那边去吧。当当会说话了，啊！他刚才叫的可大声了，小梅也听见了，对吧，小梅？他刚才是叫了。来，当当，你再叫一声，叫一声妈妈，快呀！哎，你刚才大街上不是叫的好好的吗？快叫我呀！当当，叫奶奶啊！叫奶奶啊！啊！那。哎！哎呦，我的乖孙子，会叫奶奶了！奶奶，再叫一声妈妈。叫妈妈，叫啊！你这孩子怎么了？刚才不是叫的好好的吗？叫！哎，乖孙子，太好了，会叫奶奶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真是有血缘关系呀！来，再叫一声奶奶啊！嗯。再叫一声。气呀！你说这人呢，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啊？成天奔命，累死累活的，
你图什么呀？嗯，有道理，接着说。总有挣不完的钱，总有满足不了的欲望，人呢，总不能被这些东西给累死。对了，想起来了，一会儿你把我送到地儿，你把这个送到这家酒店啊，让他们先看一下设计图，两小时以后你来接我啊。您刚才的教导非常的正确，学生我深受教育，但是你得替我想想呀，李坤鹏留下这烂摊子，我不收拾谁收拾啊？这些损失到底应该谁来赔？刘总，我们钦佩您的坦诚，但是这生意终归是生意吧，我们总该有个说法吧。这样你看行不行？我们把有问题的那个装修部分我们拿出来重新装修，费用呢我们来负担。好，你这个朋友我们交定了。哎，我听说你们打算要做那个 C 座大厦是吧？我看这样吧，咱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？你把那 C 座的所有的那装修啊，你都包给我做得了。我说刘总啊，你倒真会见缝插针啊，咱们现在聊的是 A 座的事情，你马上盯上我的 C 座了啊。朋友嘛啊。服务员，先生您好。你给我弄一个三明治，再来一杯果汁，好吗？给我打包。好，请稍等。哎，我说刘总啊，你到现在连饭都没有吃啊？啊！哎呀，辛苦辛苦。嗨嗨嗨，一样一样。到家了，怎么了？哎，跟您打听个事儿啊，咱们俩谁是谁的司机啊？我还得负责把您老送回家，啊？怎么回事啊？那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呢？我叫了你多少遍了，你醒吗？我睡得有那么死吗？赶紧下车啊！这个月奖金扣不扣，我还得琢磨琢磨。我的。
这个呢是打鸣的公鸡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呢读鸡啊，鸡。这个呢是森林之王老虎，张牙舞爪的那种啊，老虎，虎。哎，怎么样，大夫？他真说话了，怎么逗他半天都不说呢？他是间断性的，说话的时候啊能说几句，他要是不想说话，一个字儿都不说。你啊，得趁热打铁，引他多说话，要学会诱导他，懂吗？可是我刚才看您诱导他半天，他不也没反应吗？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大夫。啊，那先这样吧。丹丹，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呀？我教过你的。这是西瓜，西瓜你都不认识啊？你白吃那么多西瓜了？哎，先别玩，再问你，你给我念一下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呀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把这给我念出来，你哪儿也不想去。你干嘛招他呀？安静一会儿都不行，满天这么哼哼唧唧、哼哼唧唧的，你知道吗？像苍蝇一样招人烦。我这是在教他说话，有你这么教他的吗？这么下去，再聪明的孩子都被你弄成傻子了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素质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。来了，妈，你这锁什么门呢？我问你点事儿。你这些天是不是遇着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这邪火蹭蹭的往上冒啊？没有。瞧你今天跟你嫂子说的话，要是换了别人，早跟你吵架了。你看他怎么教当当的，一点耐心都没有。我看挺好。妈，他可是你嫂子，他陪你哥这么多年，把你哥伺候走了，现在又照顾这个孩子，这有多么不容易呀！以后啊，你要跟他发脾气，你就想想妈对你说的这些话，记住了啊。早点睡吧。哎呀，小薇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啊，坐那坐那。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现在怀孩子啊，不能穿高跟鞋。这是给我的啊，合适吗？真合适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的鞋啊？我不知道，谁知道啊？啊？哎，我待会儿就得走了，我是趁午休跑出来的。小美啊，我问你件事儿，你能接触到公司的财务章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问你能不能接触到。我现在是财务总监，应该有机会。啊，好，是这样的，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啊，做了一笔生意，可是这个钱呢，让流水给我扣住了，他不给我。我需要趁他不在的时候把这章拿出来，把钱提出来。你想偷？哎呦，
这不是偷，亲爱的，这是我应得的，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。你就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把章拿出来，把钱提出来就完了。哎，而且要快，就这一两天。刘总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跟我急的，他会告我的，我不干。哎呀，哎，小梅啊，我可是为了孩子和你，咱们三个人好啊。为了咱们三人能过上好日子，把钱拿出来，真的，我保证，要成功了，我马上带你就离开。可这是犯法的事儿。哎呦，亲爱的，这不是犯法，这真的不是犯法。不，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，是吧？我放在别人那儿了，他不给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着急，不是着急，我得把它拿回来，不能让他看见。啊，不犯法，不犯法。我不逼你，我给你选择的自由，真的。你要是觉得跟我啊一块儿去过幸福的日子，咱们就走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那也没办法。只是辛苦你把孩子生下来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养活你的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养活你。必须得拼这一把了，要不然这一辈子我就白活了，我连自己爱的人都养活不了。你也不容易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知道。行，这样，明天啊，我们去一趟，完了再定方案，好吧？哎，再见啊！明天啊，你跟我冲趟远门，去趟丽水。去那么远干嘛？那地儿可全是山路。有一个度假村的计划，我得把它抢下来。我看你啊，干脆把全天下的计划都拿下得了。替你吉言啊，我会努力的。哎，有个事儿啊，你跟我说说看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什么事儿啊？是关于叶小梅的吗？你说她啊，怎么这么容易就上了这个厉坤鹏的当呢？怎么说她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，高等教育的人呢？受过高等教育就了不起啊？啊，就不会犯错误啊，照样上当受骗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跟我抬杠了？啊，我关心的可是你的小姑子呀。坐，你是在关心你的老同学。没法聊了，跟你没法聊。这两天我一直盯着他，都被挡回来了。哎，我觉得那个厉坤鹏啊，实在是太狡猾了，他骗女人绝对有一手，比你都强。啊？我跟你说啊。别拿我跟他比啊，没有可比性。走了，走了。小梅，这个月的报表你签个字吧。好的。哎，应该在这儿签吧。哦。对了，梁姐，你把公司上两个月的账目给我看一下吧。哎，好的。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哎，哎，哎呦，你怎么又洗衣服了？没事，这不闲得慌吗？小心。妈，您坐这儿。妈，我买了好多东西，这有水果，待会儿让小草洗了。
还有肉，晚上做了吃。我还买了点心、糖，你没事干的时候啊，就多含两块。哎呀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吃得完吗？妈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老省吃俭用的。我给您的钱呢，您就花。你每个月给妈的钱呢，妈全给你存着呢，不是还要嫁人吗？以后会有很多很多钱的。又做梦了，有钱人谁要你呀？妈，来，你尝尝，刚烤好的蛋糕。您说，这人怎么活着才算幸福啊？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？没事儿，来，我喂你。来，一会儿嫂子回来做饭啊。嗯，啊，她一会儿该回来了。嗯，是挺好吃的。嗯，给您说个事儿。今天晚上，我公司值班。我不回来吃饭了，您晚上别等我。值什么班啊？没听说过你要值夜班呢。我这不是升职了吗？好多事儿呢。那明天早上回来啊，这一晚上不睡觉那受得了吗？老板也真是的，大晚上也要上班。啊。多少钱呢？他值夜班，没听说过呀。啊，也有这个可能。他现在呀，是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是比以前忙了。小草，你去给他打个电话问问，他今天呀跟往常不一样。哎，哎，他手机关机了。这好好的关什么手机呀？妈，您别急，我给公司打个电话。嗯。